对啊，对，哎，改变那个地球的环境了哈。哦，哦啊、你们这么小就有这么好的知识啊哈。那、啊、我们的环境一定会做得更好。好、哦，啊，你哪有这样？哎，哪有这个创意啊？你哈。它是地理的指标，第三名是东南亚教授啊。来，两人都住在台中大雅，而且影响。宣导建功老树节的活动，就在今天，我们收到台中市政府农业局的公文，我们校门口前的老榕树被正式列入台中市受保护树木之一。